27寸 Fast IPS 1毫秒响应， 2K 分辨率， 180Hz 刷新率，而且还有 10bit 色深，这样一台显示器在你心中应该需要多少钱？我说一个数，899。没错，就这夸张的性价比，肯定又是我们熟悉的卷王胜色了。这款 SANC G72 彻底将 2K 高刷 IPS 显示器带入了百元价位。从面板参数来看，基本挑不出短板，屏幕采用的是95%高阶背光灯珠， 10bit 色深配上95%的 P3 色域覆盖，支持护眼的 DC 调光，平均Delta E 不到 1.5， 显示素质不比飞利浦 AOC 这类一线品牌差。由于采用了 Fast IPS 面板，使得它支持一毫秒的阶梯机响应，而且还支持一个叫动态 OD 调教的技术，能消除高刷低延迟情况下画面残影的问题。而且 G72 还搭载了特调游戏模式的辅助准心以及智能暗部提亮功能，双 HDMI 加双 DP 的接口，在拓展性方面也并没有因为它899的价格而阉割。如果你再找一款性价比拉满的 2K 电竞显示器，那眼前这台 SANC G72 就是个很不错的选择。